椰子的冰淇淋。哦，嘿啊，我去我会买，吼、哦，够赞。泰国椰子的冰淇淋。哦。伊会当卖食个，才好食的感觉。哎，哎对吼、哦，我看你哈。看一下我嘛。泰国椰子的冰淇淋，好，大家看一下。对啊。好，来下一张。好。好，注意。嗯。哦，那个威力才个干菇啊，个贡菇啊。贡菇啊。啊、哦，所以即摆冲吼，在野哦。对。啊，咱也是哈、哦。金牛座、水瓶座、白羊座、双鱼座，自己对号入座。安尼，我来背一下，会使哦。哎，听讲吼，迄时吼，艾菲尔迄个啊，算命老师来讲的，塔罗牌老师讲。我明天来买一张。啊，所以吼，威力彩又干龟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下一张，讲了这个钱啊。哦。我咧讲，咱吼三千就是吼，拢含台积电咧拼。哎，对啊。半导体嘛，咱台积电吼是碳基，连嘛三星吼半导体咧。哦，前两个月已经了呢，764亿的台币，有可能哦，到三月份统计呢，哎了四条的这个吼韩元，差不多是1000亿的台币。哎呦喂啊！哦，所以呢，就是做半导体，迄本钱还是粗的呢。对对对。哦，啊卖了无好呢，伊的良率无迄个台积电的好嘛。系啊。所以有迄转单效应嘛，早已拢甲台积电卖嘛，所以这拢要注意呢。哦，所以卡波啊，比别人卡慢的，变成这种情形。对对对。所以咱哦，台积电呢，就是安那，佮一直滴冲，就是安尼呢。嗯。袂带有三千安尼啊，来，无五千呢。一定要赢。对。好，讲了这梅西哈。对。哦，伊率领阿根廷得冠军嘛。嘿。啊伊吼啊，做这黄金的手机啊，甲 Apple 定做啊 iPhone 呢啊，这个14 Pro。哦 ，iPhone 14 Pro， 这个好赞，而且黄金版的哦，外口买无，哦，这个真贵哦。哦，啊，定35G多啊，660万的台币，要送给每一位队友，阿根廷的每一位队友，哦，是送给队友哎，每人一支，特别定做的呢，定35G， 24K，iPhone 也有24K黄金的哈，你买无啦？这个买不到啦，对，梅西定做的，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啊、哦，这个就厉害了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哎、欸，哇，好羡慕啊！哎、厉害了啊！来下一张，啊，哥再来哈、哦，这个讲的紧，嘿，啊，那个鸡排妹，鸡排妹，哦，伊哈、哦、结婚了哈、哦，嗯，啊，你嫁日本人嘛哈、哦，啊，我蛮在嫁上，对，他嫁日本，反正哎，他也不是我的菜，没关系，因为他拖太多了，但是网友很多人哦，太爱了，啊、哦、啊，但是哦，结婚了一并这哈，这日本代购，嗯嗯，哦，啊，伊呢拢买名牌包，嗯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你看，伫台湾呢，这个选内哦，啊 ，CF23 呢，23万，对，啊，去年买25万，嗯嗯，啊。今卖已经起到27万，意思讲名牌包的一直起价，一直起价啦，一直起价。对对对。哦，嗯、所以呢，伊吼做这生意吼，有那趁钱，我也发文恭恭喜有家己买的人讲，哇、哦哦，你拢趁钱啦。哎，进前买滴有赚啦。对啊对啊，你今卖个起价啊。你讲哦，这比股票佫较稳定，哦，这个获利呢，拢安尼，对对对，哦，14%、15%呢。你这个名牌包可以当上到32万。就是拍的这啦。对对。好了，下一张。所以呢，啊，伊的波纹啊，嗯嗯，哇，讲哦，太夸张了，比我、哦嗯、这个的股票呢还听话，涨那么多，啊，伟哈、哦、上我卢冰来讲，啊，我赶快前女友给我哦女友的包包要回来，哎、欸，这么凶小气呀、啊，要上人更敢偷登来，哦，这是哦，这鸡排妹鸡卖的这这哦日本代购名牌包这，好、嗯哦，好，下一张。讲到这吼啊，经济啦，趁钱吼，咱伫全世界哦，吼184个国家当中吼，咱台湾排吼经济自由度全世界第四名，安尼有厉害，真头前，哎，全世界第四名，嘿，哎，这无简单嘞，咱敢那输新加坡、瑞士、甲爱尔兰尔呢，咱全世界排第四个，太厉害了吧？哦，因为这是安那并购出来嘞，这袂使后白来嘞，这法律。哦，阿哥呐，政府诶规模，阿哥咧监管的效率，跟市场诶开放的程度，哦，啊这是哈啊四大面向以外，够十二项指标呢，包括你的书法啦、财商权啦，啊你政府的效率啦，你的税啦，哦经济自由啦、劳动的自由啦、贸易的自由啦、投资的自由，这拢爱评估呢，所以咱台湾无简单。经济自由全世界排第四，哇，水哦，这个就厉害，哦，厉害厉害，哦，所以啊，咱不要妄自菲薄，咱台湾真的是真厉害啊，好吧？也是很强的，对对对，来下一张，哦，
啊，讲到这吼、個、啊，本土的案例，今仔日是13532，死亡62哈、嗯啊，所以确诊有小增3%啦，因为连盖效应嘛，对啦，我那有讲过嘛，好，来下一张，好，讲到这个身体健康啊，有一个吼、哦，这个叫做陈静，陈静吼啊，其实吼、哦。捌入围咱哦，诶，这个金马诶，这个男啊、女配角，啊，搞位有哪滴吼，香港得的奖，啊，要讲啥呢？就是讲着健康啦。你看哦，伊平常倒咧做运动，连去国外度假吼，对我讲诶，头伊去泰国，泰国去度假有无？嗯，好，伊伫游泳池边啊，嘛咧做浮力挺身，哦，而且足早起来。6点我就起来，好早起哦。而且食吼，哦，就是健康五蔬果，大行拢食。哇，有吧？是是。所以就是呐，爱爱食营养，爱做运动，做运动，我爱持之以恒。嗯嗯。所以人个网友讲，哦，龟身躯都没有赘肉。对呢，伊拢是做结实实的吧？对。哇。哦，所以人美女，你看人诶是足拍拼伫健身的呢。我来看一下正面好了。好。到底有没有漂亮？哦。哎、欸，哦，你这个人，哎、欸，一个老气的话呢，十米头啊呢，线那种的，哎，对对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所以有在练的。伊是香港的第32届呢、哦，最佳女配角。嗯嗯嗯。哦，伊去泰国的普吉岛哈，连你度假，一般人讲啊，平常你运动哈，度假啥免过遐艰苦啊。人为着这身材，嘛是逐工安尼练。持之以恒啊。哦，大家了解一下哈、嗯，所以要爱水，要保养啦，熬迄、那个。无付出就会当身材好，好、哦、来下一张、啊，哦，搁再来，好，哦，咱台湾的国际打击乐器节啊，先预告在5月份刚开始的啦，因为咱吼朱宗庆打击乐团大家拢知嘛，名扬国际嘛，是的，哦，所以今年会办第十届台湾国际打击音乐节，是哦，到时伫国家两厅院吼会举办者，是是是，哇，有十个国家在里个团体啦，吼，哦，再先预告一下，所以台湾吼伫音乐这方面嘛就办足侪国际活动，非常多，也是很棒，哦，多元文化啦，吼，来下一张，好，跟着来。啊、哦，咱这个嘉义市，啊，讲吼，哎、欸，来哦、喔、来哦、喔，我的军辉桥吼，堤防吼，即卖黄花风铃木哦、喔，大开啊啦，进来佚佗哦，哇，啊，我嘞吼、喔，嘉义中山公园内底哦，九重阁也爆开了啦，赶、哦、快来玩、喔、哦，是哦，啊，我们嘉义的美食也好多哦、喔，很多啦，除了鸡肉饭啊、凉面啊，搁一大堆的啦，进、嗯、来哦、喔，有无？啊，这大家吼、喔。啊，这个管区政府啊，拢在推观光，對對對推广观光，哎、哦欸，这个很厉害，有没有？嗯、下一张。好。啊，阿 Z 呢？嗯。哦，对对的，阳明山。哦。阳明山。阳明山。哦，阳明山的一些剪影。哦。啊、哦，阳明山。哦，来下一张。我讲水。Z， 哦，哥给您哈预告一下。哦。蓝展嘛。准备要正式开幕啊！哦。那展不开机了嘛？是是是。哦，国际蓝展。啊、哦，这吼、哦、今天有举办记者会，先哦记者去面前看，有没有？哦、哇，也是蛮漂亮的。水。哦，这个给大家哈参考一下。对 对, 对。哦，参考一下啊，来下一张，搁看哦。哦。爸爸妈，这是对呢？这是唔知。这是福寿山的千姻缘。哦，福寿山农场。啊、哦，福寿山农场。哇。哦，那个这个网红。哦，妖兽园啦，爱开中啦，你做远点。哎，因福寿山不管你对北部对南部拢同款远啊，伊都还是很远嘛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所以这是福寿山的哈千姻缘节。你看水也无只简单。对对对，也是很漂亮的，好吧？来下一张。对。啊，这里对拉拉山。哦，拉拉山，哦，水蜜桃的故乡也是蛮漂亮，再给大家看一下。够好食的。哎，来下一张。哦，啊，这呢？大概应该看出端倪了吧？啊，真的看出端倪啊？有没有？还看不出来吗？因为还不到那边，旁边有个青青草原。哦，那个啦。你讲出来，清净嘛？哎，清净农场，清净农场嘛，就水。哦，是是是。哎，这清净农场。哦，清净嘛，可以噶安尼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赞哦。啊，你可能羊啊，你就知影啦。但是哦，羊啊，伫另外一边。对对对。哦，这就是清净农场现在的这个总控，也是开了很多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哇，哦，但是其实哈，啊，咱啊啊出门哈、哦，啊去佚佗哈，咱暂时也是嘴暗毛人较济，也是炸来较好多，好吧？我看大家还是都戴着呢，对对对，好、啊哦，下一张、嗯，好，
啊，这吼黄花风铃木家大家吼来开，咱昨都有讲着，这台中的布置公园遐嘛，哦啊，足侪人去，啊，其实真的都蛮漂亮的，真的有没有？台中的布置公园，来下一张，有没有？哇，也是那里，真的哦，拢不同，人足侪呢，拢不同的人去拍的，来下一张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哦，也是，这一下布置公园家，很漂亮，啊，有没有？哎，来下一张，婚礼的高 K 哈。有一种叫做麝香墓在，啊，伫这个草岭公路的30公里的所在，也有一间土地公庙，哦，都在底底下，是，啊，这个很漂亮，啊，不一样的，然后这个较少，屏东无嘉无啊，有些地方都零星而已啦，啊，这样台湾境较少了，好，来下一张，麝香墓，哎，对，好，啊，最后呢这一张来分享一下，做人跟做事，啊，来，两个字啦，哎，两个字，做人就是爱善良，对，嗯，啊，做代志就是爱坚持，坚持，没错，嘿，所以一个人会当行外远，靠的不是目睭，是咱的眼光，嘿，眼光啊，眼光要放远，哎，对，好吧，一个人会当做偌大代志，靠的不是技巧呢，是咱的格局，格局要放大，好吧。哦，一个人呢，会当得到人心无？可能是出于啦，没错，爱精神的心啦。對對對哦，所以做人做代做事呢，无呢，没干无捷径的，怎啊？厚德才能载物。对。哦，就是吼，咱自己的德性很重要，爱善良，爱坚持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共勉之哈。哦，坚持，呵，坚持呢，爸爸妈妈恁就是阮最爱的人。哦，啊，我嘛是你最爱的人，所以甲咱斗够胆，好不好？是的。来，安排这首。最爱的人，对，就是您。来啊，想到初恋的人是什么人？谢谢咱丽梅姐，谢谢地震大哥。欧莱珍珠妈妈，想起着初恋的人，我目眶渐渐红，又搁来到昔日的伊讲，不是我，故意要来将你放，希望你，希望你不通来怨叹。无情人，决心无爱，搁再思恋。心爱的人，我无骗你，我的心内绝对无别人。请你唔通让我搁再失恋，放舍着你，我真笨。你是我最爱的人。谢谢力哥琼珠姐，谢谢秀秀妈妈，谢谢瓦魂子呀，月莲姐，蒋妈妈，月珠妈妈。想起着初恋的人，我目眶渐渐红，又搁来到昔日的彼天。是我故意要来将你放，希望你，希望你不通来怨叹。亲像你这款无情人，决心无爱，搁再思恋。绝对无别人，请你唔通予我搁再失恋，放舍着你我一份，你是我最爱的人。谢谢咱三重的苏连杰，谢谢林大杰、新会阿姐，谢谢小璇姐、刚下哩，谢谢山龙大哥大嫂。谢谢哦，听到这，谢谢。